是不是天才？哎，有哎，天才啊，天才！哎呦，天才！是受过很多伤，我基本上被打破过眼镜，断过牙齿，打到过小指的关节打断。台湾精品，请台湾之光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经过台湾精品奖肯定的产品呢，就是品质上的保证。就像你一样，非常值得站在世界的舞台，让大家看见。